最后两题了。塞浦路斯它的城市是六世纪以来的首都，是六个世纪以来的首都。那阿卡、尼科西亚、利马索尔和帕特斯，哇，不容易哦。你看很多的历史，因为这还介绍一些世界文化遗产。这小归小，但是有很大的一些历史文化在里面。好，请回答。标准答案是 Tartus。 好，答对了，再加一分。哇，剩下三位。能猜的。好，最后题，来，礼物就要送出去了，来。好，剩下最后一个，等下来送那个，来第那个三个再站起来，最后一题来。塞浦路斯主要的机场是哪一个？最后一题了。机场，那拉卡斯、波斯亚、利马索跟帕普斯，它的机场，请选择。我有猜到。对啊，一二三四，哪个标准答案是？哇，你看。好，不容易了哈，好啦，最后一题，大家猜的，塞浦路斯最高的海拔多高？你们自己举起来，我看你们对不对？1950，2，1950，3，2950，4，3950。四个城市里面，那拉卡、尼科西亚、利马索尔跟帕夫斯，所以你第一次看到一定很陌生。来看这个阿拉伯文字，他不认识你，真的，你只要印象讲就好哦。好，那如果要先自助旅行的部分，你要准备，你要是要收集资料，你需要行程规划，你自己心里建立好自信心哦。那你机票文件一定要准备好，包括饭店啊，要去哪里吃啊，租车一定要准备好，还有包括一定要有保险。不要因小而失大的部分哦。那有老师那时候带一群人过去，你带他到了那边，他就没事了，他们就自己活动。然后呢，我就他叫我说可以坐飞机飞回来，
我说那我很无聊，到那边又没有去，我也第一次站第一次去。后来我就上网做一些功课，反正要问航空公司啊，那目前是全世界服务最好的一些航空公司哪一些 ？Emirates 就是阿联酋航空公司哦。然后我就我现在这个机票，如果我要延后可不可以？他说 Steven 那个没有问题，这属于是 personal ticket， 是个人机票，是可以延后的。好，那我就看这个计划以后几天，一天、三天、五天还是七天？后来我想想，好吧，就延后最长的部分，然后就开始做自己事情哦。好，那你们有机会就打幸福塞浦路斯，就是那个塞浦路斯台湾就可以看到哦，或是打中文塞浦路斯。好，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国家，稍微再放大地图一下，在右手边我们叫做亚洲，左手边非洲。在西北边叫欧洲，所以呢，有人讲欧亚连接的就这一块，土耳其，土耳其的首都是哪里？安卡拉。安卡拉，最有名的城市是伊斯坦堡，但是呢，如果大陆的之外，它不叫伊斯坦堡，它叫伊斯坦布尔，但它用它的英文发音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习惯讲，大亚洲有两个国家，一个叫澳洲，一个叫纽西兰。那你这样跟他们讲，他们听不懂。大亚洲两个国家，他们叫做澳大利亚，第二个叫新西兰。纽西兰，我们叫纽西兰，他们叫 New， 他们叫新西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好，那土耳其，哦，安卡拉。就像澳洲的首都啊，我知道雪梨，错，对，像卡梅拉，就是像这样哦。所以，那这个土耳其目前还是很多人去，但是也发生过一些事情。但是他们现在最漂亮去环岛，还有去坐热气球，哦等等的东西哦。那过去这边呢，就保加利亚，然后这边有希腊部分。那哪一年办的奥运呀？在阿根廷哪里呢？办奥运就办完之后就没钱了，有没有？这国家就不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。那塞浦路斯是在这个地方，通常叫做地中海。那老师飞到哪里？最飞机飞到哪里？飞到？开罗是埃及。老师飞到杜拜，然后杜拜再。再飞到塞浦路斯，哦，等一下会介绍塞浦路斯城市。你看，所以它的地区只有9200平方公里，台湾的面积是36000，所以它是9000，所以它是4倍，了解是吗？它4个塞浦路斯才台湾的，所以看看小归小，那整个地中海有3个小岛，等一下会跟你稍微再介绍一下哦。那现在呢，一直在发生战争在这两个地方，叙利亚、黎巴嫩。但是听说有个国家还可以值得去，约旦，你去过？啊，还有一个以色列，以色列国家很进步哦，高科技特别多。它里面的研究是不亚于什么 cell， 就是不亚于加州的硅谷。你整个开发的目前很多很多。有机会再给你介绍整个在整个中亚这边的部分啊。那整个非洲当然是最大的两个北边国家，南边的国家。非洲北边叫埃及，南边叫南非。北非不叫北非哦，南非是南非，你说北非哦，所以会是这样讲。好，所以塞浦路斯的位置，大概地理位置大概大家知道一下，英文你把它记下哦 ，Cyprus， C Y P R U S 部分哦。那你们有人想要去这个地方？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，然后呢，克罗埃西亚、斯洛伐克是在这边，哦，克罗埃西亚，过去跟那些当嘉宾，哦，所以真的，欧洲一些发展中的国家，法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德国、瑞士等等，但是在欧洲的右手边，从捷克、布拉格，一直到匈牙利。克罗埃西亚、斯洛伐克、塞尔维亚这边有不一样的美景，他们是属于东欧，哎，那叫东欧。
那老师这次马上要电脑展，一些动作可以融合进来，甚至到尖尖的，尤其最尖的在这里。所以会跳舞的选手，有印象吗？有印象哈，这国家的地理位置大家都比较知道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主题是喉肾这一小块。好，这个整个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 Republic of Cyprus 啊，国家代号196。那位置在整个亚洲跟非洲跟地中海中间部分，面积9200，人口也不少的组织，这个面积还算挺不错的，大概是86万，那现在已经统计大概是还有90万的部分哦。首都尼科西亚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你看它是红色，但是很奇怪，它的首都比乐观。台北国际机场在哪里？桃园。桃园，对，它的国际机场在这里。我看那个飞机，好，这叫拉拉卡 ，LARNAKA 拉卡，好，所以老师问你的主题叫飞向拉拉卡，从飞机飞到这边，哦，拉拉卡，哦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就是勇闯尼科西亚，为什么要闯到这里？因为这边有两个国家在做控制。北塞浦路斯是由土耳其在控制，南塞浦路斯是由希腊在做控制。那你的证件没到期，记得去就出不来，所以叫勇闯尼科西亚部分。那之前发生战火最丰富的地方就在那边、哦、然后呢，再来这边呢，叫做走进利马索尔，走这边利马索尔，南非历史的一个城市。那得到最近世界文化遗产在那边叫帕夫斯。从帕克斯再开过来，我要坐飞机过来，开多久知道吗？就台中开到台北就到了。好，是的，对，高速公路很长，但是台湾最高的山在中间那个玉山，他们最高的山就在这里，刚刚那边1960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这个山里面好漂亮，我是看到，然后有一些图片，再让我们稍微看一下哦。所以呢，它的地理位置，我们先把右拳把它切掉部分哈。它地理位置的话，就是东北边是地的。